的身体为此发挥一切众生请转妙法轮加大我们如何了生脱死离苦得乐速证无生。又得一切吃别言饮，一切啊不同的言语啊，能以啊明白一切的方言，一切国家的语言，所以一切吃别智，吃别言饮的智慧，以种种言饮图应众生啊，以种种不可说那么多的言饮呢、啊，普遍呢来应众生的机，来啊令众生都得到清净，放无量的圆满的光明，普照一切无边世界啊，清净令一切无边的世界都得到清净。出生一切善事菩萨行至清净，一念中普入凡事一切诸佛众会道场之清净，入无边一切世界，令一切众生皆得所应作清净。若是等皆得具足，皆得成就，皆宜修之，皆得平等，皆悉现前，皆悉之间，皆悉悟入，皆宜观察，皆得清净，到于彼岸，二是佛身力故，十方各百万佛刹微尘数世界，六种震动，所谓动变动等变动，其变起等变起，用变用等变用，真变真等变真，猴变猴等变猴，即变即等变即，佛神力故，法入世故，宇宙天花天曼天末相，天珠大相，天衣服，菩萨为众生所修菩萨道，在这个一念中要能清净，普入三世一切诸佛众会道场，能得到啊普遍入于十方三世一切的诸佛众会道场这种的智慧，又能清净证入无边一切世间的，令一切众生皆做所应做，皆做他们所应做的这个事情，清净啊入世等皆得具足，皆得成就了，皆得呢以修治他们所修行的法门，都得到啊一切平等了，也都得到啊
这一切的现前，诸佛现前，那么都得到啊这个有大智慧的这种知见，正知正见，也都得到啊悟入这个一切的法门，皆得皆以观察，也都得到啊这种种观察，种种的法门，皆得清净，也都得到啊一切清净的法门，到于彼岸，都到这个涅槃的彼岸。而时在这个时候啊，佛神力故，这个释迦牟尼佛和十方一切诸佛的大威神力的缘故，十方各百万佛刹呀，在每一方都有啊百万亿那么多的佛刹，微尘数世界，世界好像微尘那么多。好嘛，现在在这个世界啊，这一个世界上啊，就有几百个国家，每一个国家到每一个国家去，又要啊办手续，办这个visa， 办这个旅行的手续或者移民的手续，互相啊这个才能来往。那么这个微尘数的世界呀，俺们这个人这个这个佛性呢，也是常常互相来往的。俺们这个世界的人，有的时候就生在另外一个世界去，另外一个世界有的时候又生到俺们这个世界来。这个世界呀，俺们是没有看见，只知道有我们这一个世界，或者有星球的世界、月球的世界，有日太阳啊星的世界，这俺们眼睛能看见的，现在科学啊正在研究的这些个世界，其实俺们看不见的，俺们这个眼睛看不见的那个世界呀，不知有多少啊，也犹如微尘呢这么多。所以呀、啊，俺们人呢啊，没到另外一个世界，不知道另外的世界是什么样情形。你现在说有很多世界，他不相信啊，这都是啊人就是居于这个目所能见耳所能听的，是认为真的了，那么其实看不见听不见的那不知有多少，不过你的智力还达不到那个境界。所以这个世界，所以微尘数那么多世界，这个所有的世界都有六种震动啊，这六种震动啊，就是佛要说这个华严经啊，这个时候啊，这是一种瑞相，所以呢就有六种震动。这六种震动啊，每一种又有三种啊，有动，有变动，有等变动，这三种。那么三六就是十八种，十八种震动，那么就所说的动又有变动，等变动就是普遍的动了，这个动就是一个地球是动了，变动所有的地球啊都动了，那么等变动啊，所有的世界所有的地球都在动了啊，起也是这样的，变起等变起，拥变拥等变拥啊，这个震变震等变震，吼变吼等变吼，寂变寂等变寂，震吼寂动拥起，这是啊六种震动的有形有声，有声音的这是声音震动的啊，有单单有这个形来震动的啊，佛神力故啊，佛啊的大威神力的缘故，法入世故，说这个大法的时候一定要有这种境界，法与众天化啊，天上啊就与众宝化，天慢与天上的慢，有天末香，又有天出杂香，天上的衣服，
先生衣服啊非常的轻的，那么所穿的非常的美丽，先生的衣服。问题没有啊？他怎么算的？嗯，啊，那不一定准确的。嗯，会的90%，会的95%，这是不一定的，会的100%。那为什么常常就像喝醉酒的样子？为什么跟着假的跑？就告诉人就是这颠倒的佛教徒们，它就是一种颠倒的佛教嘛。有人问他是哪一种，就是颠倒的佛教徒嘛。我不是，你不说自己是颠倒的佛教徒，假设你说我是，我是最高的佛教徒，你拿出这个酒就喝一瓶，你叫人一看啊，这个他说最高的玩意，原来他是喝酒的，你在。或者说你最低的又拿出香烟来抽一颗啊，这是抽烟的佛教徒，这喝酒的佛教徒，那因为他说他自己是佛教徒嘛，那么你这么多毛病就是有毛病的佛教徒。大家的这个答复是怎么样？你要说你是佛教一个好佛教徒，完了你净的带着全身的毛病，那个机那个一个毛孔就一个密仙，一个机器在那个地方，机器就是毛病，在每一个毛孔有每一个毛孔的毛病啊，这就是所有的毛病的佛教徒，有毛病的佛教徒。不问问题，这没有什么事，一问问题问出来这么多的麻烦。所以这么久也不敢问。你可以把他在洛杉矶那儿的情形对大家说一说，告诉大家。讲一讲给大家听一听。I'm a bad friend. No one heard. This is true. Right.不要走了。大家讲的师傅的，他说我们哪天完成走到另外一个世界，啊，他不要走。那他把你赶走了，那你到不了另外一个世界了。
她的男朋友也到不了另外一个世界了。你可以要哈，啊，是，那你要你跟那个男朋友走了，你不能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要的，他说那个的时候不相信我跟他走。嗯，嗯，那现在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怎么办呢？那为什么他还不 stop smoking？ 你要他自己应该觉悟啊，他这个腿现在不方便了，就因为走错路了。你还继续走那个错路啊，那将来恐怕手也不方便了。我也没有法子救得了他，我不能和他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就有飞碟也上不去的飞碟。那这才胡说八道呢，什么地方有会有 LSD？ 怎么搞的他？告诉他们，没有告诉他在这儿可以随便，愿意要男朋友就有男朋友，也愿意找女朋友这也更容易。嗯，像果童有了十几个女朋友。嗯嗯，哎，学中文呐，不要以中人，你最要紧的，你们应该叫他们。知道怎么样孝顺父母，有根本的问题，这是最根本的。你说西方，在西方的小校里没有地方，没有人懂得怎么样叫孝顺父母，这把根本的忘了。我们现在知道根本了，知道怎么样孝顺父母，知道怎么样改过自新，怎么样做一个好人，怎么样爱护我们的国家。就是我们在君山寺所说的。怎么样？没有在学校，不知道他们在那边说没说。我们大二的时候，就是提倡这个。那他说什么？他在那打。嗯。西方人根本忘了父母。嗯。不可以放到好久。嗯。我们讲的这个会是五分钟。嗯。这很跟我们在我们所大概所讲的题目最多的时间就是万多生。有什么不同？其他的地方，就是说，从这个最早的根本，最深的根本，就是孝顺父母。那么不孝顺父母，怎么样生活？那到那儿他们没那么说啊？国灿他们有没有讲孝道的？没有。果童你怎么也不讲？不讲一讲那个孝道，你，啊？唱歌的时候，他必须要走。嗯。为什么呢？因为在君山寺4点钟有开始唱歌。嗯，谁叫？我听。你无论谁都可以对他们，他在无论哪个新闻记者来访问，就主要就是提倡孝道。我们是要小孩子由根本这个孝道上做起，做人。天真宝，天庄严具，天摩尼宝，天春水香。
天身无量百千亿不可说天妙法音，不可思议天赞佛音，乐生其意天欢喜音，贤称善哉无量乐生其百千阿耨他诸天，恭敬礼拜无数天子，常念诸佛，祈求如来无量功德，心不舍离。无数天子坐正机要，歌咏赞叹供养如来。天上的一切珍宝，又有天上的众庄严具，又有天上的这个摩尼宝，又有天上的沉水香宝，又有天上的这个旃檀香的宝，又有天上这个妙盖，一切的宝盖，又有天上的种种的爽，又有天上的这个杂色间错的幡，又有恶僧祇无量啊诸天神，又有无量百千亿不可说天妙法音，又有不可思议这个天赞佛的音，天上的赞颂诸佛的音声，又有恶僧祇呀天欢喜音，天上一切的欢喜。又有啊，天上这个种种的欢喜音啊，来呀一起称赞说善哉无量恶僧祇百千哪有他诸天啊，有这么多的诸天恭敬来礼拜一切诸佛，无数天子常念诸佛，祈求如来无量功德，常常念十方一切诸佛，来希望得到无量的佛的功德，心不舍离，这一切诸天子心都不愿意舍离佛，无数天子做众祭药，做种种的音药，歌咏赞叹，歌咏赞叹呢，供养如来，来供养于佛。天恶僧祇诸天放大光明，普照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佛刹，现无量恶僧祇诸佛境界，如来化身出过诸天，入于死世界，都率陀天公说入世法，周遍十方一切世界，都率天公悉已入时，而时佛以脱神力故，释放各过百万佛刹微尘数世界，外各有百万佛刹微尘数诸菩萨，而来际会周遍十方，贤作誓言：善哉，善哉。佛子乃能说此诸大回向，佛子我等皆同一号，名金刚闯，系从金刚光世界。
金刚闯佛所来意此度，彼诸世界悉以佛神力故而说是法，众会眷属闻此句意，皆已入师，不增不减，我等皆称佛神力从彼度来，威武作证。入我来此众会，威武作证，释放所有一切世界，都衰天空，宝庄严殿诸菩萨中来为作证，以福入世。而是金刚闯菩萨成佛神力，观察释放一切众会，基于法界一善之文艺，增广大心大悲，普福一切众生，即心安住三世佛种，善入一切佛功德法，成就诸佛自在之身，观诸众生心之所乐，及其所种一切善根，系分别之随顺法身，微现清净妙色之身，即于世时而说颂曰：这百千那么多的无量数的诸天，这放大光明普照尽虚空遍法界一切的佛刹，又现出来无量恶僧祇诸佛的警戒，如来化的化身出过诸天，那个数目啊都比诸天的更多，入于此世界，就好像啊在这个世界这个兜率陀天这个兜率陀天呢供说入世法，说这个华严经的十回向大法，周遍十方一切的世界，兜率天宫系入世，所有的十方世界的兜率天宫啊也都这样。而是福以佛神力故，十方各国百万佛刹那么多微尘数的世界外，又有啊各有百万佛刹微尘数的那么多的诸菩萨而来聚会到这个道场来，周遍十方显作誓言在十方世界，那个所有的无数那么多菩萨都这么说：善哉善哉呀，说你呢好得很好得很，这个佛子你呀，佛的弟子乃能说此诸大回向啊，你呀现在能以说这个这种大回向的这种法门，佛子，因为佛的这个弟子，我等皆同一号啊，说我们呢这些个菩萨呀都是叫金刚闯菩萨同名金刚闯，系从金刚光世界，都是从金刚光那个世界金刚闯佛那个地方啊来到这个娑婆世界兜率天宫，彼诸世界悉以佛神力故啊，都是啊因为佛的神力故而说是法都说这个华严经的十回向这种法，众会眷属闻此句意那个法会的众会，所有啊佛的眷属和这个经文的文词句意皆已入世，都是这样子的，不增不减，也不多也不少，
我等啊皆成佛神力啊，从彼度来，从那个地方来，为汝作证，到这儿来呀、啊、就给你做证明。入我来此众会，为汝作证啊，像我呀来到这个法会给你作证啊，十方所有一切世界啊，都率天宫，那个都率天的那宫宝庄严殿，诸菩萨众来为作证，一夫入室也都像我呀现在给你作证是一样的。儿时金刚闯菩萨呀成佛的神力，观察十方一切的众会，基于啊法界以善知文义，他已经啊善知这个一切文的义理，增广大心，他这个心呢也增广大了，大悲普福啊，用这个大悲救苦的娱乐的这种的心呢来普福一切众生啊，寂心安住啊，他就啊把心安住在这个三世佛种啊，三世佛的种子，善入一切佛功德法啊，善于啊能入一切佛的功德法，成就啊诸佛自在之身啊，观诸众生心之所乐，再呀看一看众生心里欢喜什么，及其所种一切的善根深浅，细分别之，对吧，详详细细的知道，随顺法身，随顺呢这个清净的法身啊，微现呢清净妙色之身，也现着一个报声。基于事实啊，就在这个时候而说颂愿来啊，为这个众生再说说这个寄诵，因为恐怕众生呢还记得不清楚不太明白，所以呀、啊、又用寄诵来给说一遍。成就法智慧，悟解悟边正法门，微法光明调御时，了知无碍真实法，菩萨微法大导师，开示甚深难得法，引导十方无量众悉令安住正法中，菩萨以引佛法海，法云普于十方界，法日出现于世间，阐扬妙法利群生。菩萨修这个十回向的法，他成就啊一切妙法的智慧，他呀明白无边无量那么多的正法眼障，微法光明调御时，菩萨呀是法光明的一个调御时，了知无碍真实法，他明了啊圆满无碍这种真实的法门。菩萨微法大导师啊，菩萨为这个弘扬佛法做众生的大导师，开示甚深难得的法，引导十方无量的众生悉令安住正法中，令一切众生呢都安住于正法里边。菩萨已引佛法海，菩萨已经喝过呀佛的法海的大海水，法云普于十方界，所以能兴大法云布大法语来呀教化十方的世界一切众生，好像这个一个太阳出现在这个世间，这一个法的太阳出现在这个世间，阐扬妙法利群生啊，到处啊来阐发宣扬一切的微妙的法门，来利益一切众生。问题那个人呢今天一定没有问题了。
你也可以吃啊。哎，那你现在可以知道可以吃，你能羡慕？你这种啊，就是邪知邪见。他那叫什么神通？那连鬼通都不够的，那叫什么通啊？那简直就是骗人嘛！那叫什么通？啊？啊，你为什么会不知道有地震？他怎么就知道一定知道那个地震就是对的吗？他知道的，那么怎么又没有呢？他知道有地震，怎么又没有呢？你就是神经病。你就是啊，给你们讲真的道理，讲了几年了，七八年了，你还不懂。这一有邪知邪见，随时你就转动了。你看，你看厉害不厉害？那随时就被你转动的那么厉害啊，随时你就想跟着他跑地狱里去。哎，你既然不要，为什么要能有这种妄想？你这种思想已经吃毒药了，你已经吃了，你知道吗？你那个在八十天里头已经那立不住了，已经摇动了啊！你就是没吃也等于吃了一样的，懂这个道理不懂啊？因为你思想不干净了嘛，思想不干净了，不是毒药是什么？说一说看。啊，那个好奇已经中毒了，那里头回来比他吃的那个更厉害。你们大家懂不懂这个道理？我说啊，你要是什么块钱不是要出家的问题吗？啊，怎么样，说一说。师父，这个天机预言家，这个天机人，换天机的，他们看最后一年半，在西边附近，美国西边附近，有这个 high pressure， 就是说空中有这个压，那个好像水压，压迫那个压，就是高气压。气压高，那么气压高一定是除了太阳不下雨，增加这个气压低，才可以除了太阳有下雨，那么现在这个报纸上我就看了，他说现在这个算了天气的，他们就说这个气压高动了，往南边，到南边去。那么所有这个算天气的想不到会怎样做，往南边去，他们就根本想不到，他们现在就说一定是天主所做的，那么谁知道怎么样做，一定天知道，怎么样望他令他往南边去，那么我就问题说他不是问为什么去，他会就知道为什么去，为什么走？哦，他们说这个往南边去，他们预算那个下雨就继续下，现在是，因为有那个气压低，现在，他说他问的是本来这个气压高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一年半一直在？本来是什么这么一回事？气压高是什么东西？就是不愿意下雨嘛。我们原来说是这么，我是现在我们要下雨，他当然要搬家了。那不就是我这边，这个气压高，是不是妨碍落花？
也不是的，龙王是随便你的高低都可以的，那没有什么，这都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你没有法子研究的，不可以把这里边的这所有的情形都告诉你们。你们这些人呢，完全都不记得那个三步一拜那个时候啊，那天上有那个扫把星，那个彗星，那时候人人都说那彗星要碰到地球上，和地球啊要连起来，你知道那个是那为什么他要连上天文小家什么小家也都不知道他为什么就回去了啊？这是经过很多这个，不过你们都完全不留心这些事情。这个话呀，你们不要到外边去讲。古巴有一年和美国那个苏联和美国那火箭就要打起来，真的。那时候是我刚到美国没有多久吧，这是哪一年我忘了，是1962年，是63年。我那时候我就想，我到这个国家刚刚来，对这国家也没有什么好处，没有利益这个国家。那么我现在第一个想把这个战争给消灭了，不要有这个战争。所以那时候我也36天没有吃东西，就是为祈祷这个古巴那个战争不发生。以后果然呢，那个赫鲁晓夫就把那个火箭都拿回去了。这些个事情呢，不过你们都是马马虎虎的，谁也好像不注意似的。那个彗星来那年，我在巴西回来，我对大家讲了，我说这个世界就快要不知死多少人。将来要有人发心呢，祈祷世界和平呢，这个灾难就会没有了。那时候那个彗星还没出现前一个多月的事情。那么以后，这个国语和国道他们两个就发心三不一拜嘛，拜有一个多月，那个彗星出来了，出来以后不知为什么他又回去了。那讲老实话，为什么回去，就是金山寺的力量叫他回去的。这话讲起来谁都不相信，因为他没看见，他也没有什么一个什么相当的证明。世间的事情有很多的转变的，不过人眼睛看不见的你就不相信的。尤其这个好像这个果幼这个科学的脑筋更，他也看不见的东西绝对不相信。因为他那个脑袋是科学的，好像机器，要 work 他才知道这是有用的。师父，我听说他今天有机会到 Palo Alto Stanford 大学那儿和一些个小学生讲。他就告诉他们那个下雨，上个礼拜六在天猫公园那个情景。他这样解释，他说就是观音菩萨和一些个龙王，听很多人很诚心地来忏悔，就是一个感应。他这样的解释，那么他讲这些道理，他看这些小孩，这些小孩就越听越活泼，越听越活动。那么他们自己就发现，如果闭着眼睛很专心好像专心的念，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那么他们就这么做，等5分钟，他们就在时候下了大雨了。